这里又是七过来，哎，这波可以宰了。这里大道哦，漂亮，瞄到左大。这里反手一个大招，德善这边在秀，狼琴的血量也不多了，这里在等一技能 CD 一闪，漂亮。第二赛季一点，二赛季。时间给大，但是有队友来了，这一波青钢影很危险。青钢影这边得一个治疗，钻在冰堆里面。还是被柯云的打死了，哎呦，够不着了，哎呀，被一个意识到晕的被秀了，被秀了，然后这一波小段怎么办，小段跑不掉的感觉，哎呦我的天哪，前有狼后有虎，有点想开，看这个异形的跳过来一闪要杀小天，秒了，还好一脚把这飞了打出来，但这个狭小的路口被船长大招封了一下路，大招是定了一个青钢影，这边要反打青钢影了，这边冲击大招也出手，青钢影大招自己做了一下，但冲击能跑掉吗，你往冲上了四个人，这把小天给拉死了，打白了，他都不看人，不看人跳，哦，这边还躲了一个 W， 又跳起来，又想干点啥，你看又来了，哇，这波感觉有危险，兄弟闪现过来打出被动 Q 技能三次单杀，德善这边是没有闪现没有疾跑的一个状态，杰克拉五这边一得点残、哎、可以反打了，杰克拉五很尴尬，你得闪现过来，比较输出想秒一杰克拉五布隆帮死了，但是能打过一得吗，全被一得杀了，一得的特意拿了个 triple kill， 虽然说加这个西武在正面是炸死了一个纳尔，但这个一得谁来挡，这个 EZ 这一波三个残血全被宰了，而且德善这个位置怎么说 Q 技能吸一下 W 想炸，炸墙的 Q 技能还在吸，哇，德善走位太漂亮了吧，走位还在走还在扭，大招退无可退，